吸引，如此美妙的立体音箱秀也让我们感受到百达翡丽原底将要呈现给大家的属于百达翡丽的传奇魅力。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呢，现在我们也要再一次非常隆重的请上我们的八位贵宾，在今天为我们的百达翡丽原底的盛大开